大家好，歡迎到 Music Union 談天說地的頻道。我上個禮拜就去了中環一間音樂吧臭男人，我覺得這個環境十分優美，我想下這次 interview 呢，不如找一下這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式來做一下。適逢呢今天呢就剛剛做完這個Palmer鐘達欣的黑膠唱片欣賞會，順便在中環做，順便捉埋阿 Palm 就上嚟中環做下訪問啦。因為那度有啲麥景圖的黑膠唱片啊、JBL 嘅喇叭咩，就試下佢嘅威力究竟如何啦。今日咧好歡迎你接受我嘅訪問喎。係，我又出現啦。係啊，又出現啦喎。咁其實阿 Palm， 我想問下你咧，你錄呢隻黑膠嘅初心係乜嘢？哦，初心啊，好得意喎，因為有呢一對喇叭啦，真係喎。咁然之後就好想咧喺呢對喇叭度。一個私心啊，聽一下自己把聲音會是怎樣的，即如果自己把聲音在這個喇叭度聽下自己把聲啦，咁然之後做咗呢隻碟啦，咁佢做咗呢碟之後就一路做一路學到好多嘢啦，無論製作過程同埋製作之後再分享的過程，咁就係咁咯。係啊，咁其實我哋上次嗰、那個欣賞會黑膠欣賞會咧，其實講咗好多關於呢隻碟嘅製作嘅。情況啊，有趣的地方啊，喜歡邊只歌嘅，咁我依次依度咧就反而咧唔想再多講啦，因為嗰度我哋都有片錄咗嘅，或者遲啲都俾大家睇下啦。咁反而咧今次我最有興趣咧就係依個 Spirit 嘅碟擺喺度播出嚟咧，係出到啲咩聲音？係因為咧跟住喺4月8日咧有另外欣賞會嘅喎，不由你講下喺邊度舉行啊？好啊，4月8日咧，我會喺 HiFi Gallery 喺美麗華商場嘅地牢嘅，咁個時間咧就係4點到5點鐘，好似名額係得好少嘅。係啊，名額就有限嘅，咁啊大家就趕快報名啦。咁大家知啦 ，HiFi Gallery 佢係賣咩嘅器材嘅，就係、是、大家身邊睇到嘅嘢啦。咁不如就聽一下只歌嘅表現係點啊？好啊，我哋上次聽咗好多歌嘅，我哋今次不如聽一下卡拉嘅《大吟釀》。好，《大吟釀》飲得多就係會變咗飲釀。今天在笑著碰杯，落得清淡，深入味蕾。自己烈酒只带来情绪，年纪还细，喜欢喝醉多，脚步渐就像几经转换了，自欣赏到清酒正自赏。哇！依只歌败名。播完之後咧，真係表現得唔錯喎，聲色俱全啊！係咪好唔同咧？係真係好唔同嘅，所以大家咧記住4月8日親身去聽一下，再另一個感覺，另一個感覺嘅。啊，今日條片咧就到此為止啦，就好多謝呢個臭男人借出咁靚，係啦，咁靚嘅地方啦。啊！又請我飲咁靚嘅酒啦，所以我賺多兩句嚇。仲有咧，阿靚女阿 Pam 喺度咧就幫我哋係啦主持啊，同埋佢嘥咗好多寶貴時間嘅。啊，今日咧記住中意我哋呢條片嘅訂閱、like、share 同讚。今日條片到此為止，阿 Pam 同我哋嘅 fans say goodbye， 再見。